做不了了，我做不了了。脑袋疼不疼？对，头疼不疼？没拿到价，他们还是有点难的，有点疼。沈阳北站开车之后，我们三号车厢的列车员发现这位旅客没有下车，依旧不行的。这位旅客的情况有些严重，他的臀部已经放大，然后半月又失禁，食道里呢还有很多呕吐物。对对对，恰巧乘坐两名医护人员，医生断定他可能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。两名医护工作人员对这位旅客进行抢救的同时，我拨打了沈阳局调度电话，要求列车在前方最近的停车站疗养站停车，并需要120急救中心的救助。有一水地下七，一百二血压挺好。一百二七行。对，临时停客户端全新上线。